蝶梦。哦，那是 bug 呀。好吧，那是 bug。麦克风调试中，能听到吗？我说的嘛，我说那也太省钱了，这游戏没法玩，没法播，那一顿黑屏，黑屏我半个小时，一直黑。那落手呢？先学个 W 呢？W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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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W， 哎呦我生气了，哎呦呦呦呦呦，吓死我了！来外圈挖，走内圈 ，A 要打砸 ，A W A 要打砸，套点钱死了，生气了，气的可不轻啊，这小子。这是脑淤血了呀！这分局补刀还可以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一个半卡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W，哎，哎。打吧溜 A A 起风 A 吹 A A 打吧溜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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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对，你就一直让我 A A 打吧溜 A A， 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最后一分钟了，兄弟们，一个半卡能参与我们抽奖了。W A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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先等等，我们开拍了。A A A W A 吹 A 起风 A 没死，吃药闪现 W。未来五天的预报。咻。再推一波走了，吹风炮车走了，溜溜溜，谢谢花子谦可爱喵的亲叔叔，凯隐来啦，我来个炉灯吧，咱先来个炉灯啊，我这还有秒表呢，没事呀，我把这饼干卖了啊，我买个药，走一半又退回来，出个魔宗可以出，其实我出门女神泪也可以，女神之泪的话，女神之泪也行，出门的话少了点血量，吹打吧溜 A A 吹 A 再 A 再 A 打吧溜再 A 再 A 再 A，拿小兵吹 W A 炮盾 A 炮 A A W A A， 炮盾又厉害 W 吹点燃吹走，
想回血那不可能，你必须脑淤血。折磨他，他上来我们就 A 他，他不上来我就 W 他。他闪现什么时候好？我给忘了。先插个眼儿啊，来斜着吹一个 W 吹飞平飞，再 A。A W 套盾 A 吹风 A 清兵线，等等，我们开花了吗？ W A 吹起飞 W A 再 A 你无视我那肯定是不行。W A 套盾 A 收兵 A 再 A W 吹风 A 吹起来 W A E A A 哦，好累呀、啊，就是玩起来比较累。吃个盾，不是吃个肚疼吧，吃个打鼻。哎，不吹了，这个风不能吹，这个风吹了耽误我们的兵线。把这个卖了，再来个皮孩，来个这个皮孩，烂了。我还有秒表那一会儿，呜！相信我，我是气象播报员。他盾好少啊！啊，五秒里内持续衰减的护盾。打吧溜，吹，起飞。人呢？草丛里呢？未来五天的预报，正在打吗？哎呦我，哎呀，哎呦，吓死了！半夜要杀我！你给我回他！你给我死！没有十年脑淤血做不出来这种动作了，小伙子，他现在已经就是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这是我们主 W 的副扣吹，那海隐也不来，一回也不来。一会儿等我们打团的时候，先来个美甲的窃魂卷啊！吹 W A 套盾 A W 再 A Q 吹飞，哎，我正好吹角。嗯，这
王不好溜。今晚的伤亡人数点上升到两位数了。你再不走，一会儿我 W 的耗你的血。哎呦啊！叮，闪现 W 溜吹风，预判起飞呀！没吹起来。拜拜。呀，这没死啊！我佛了，能不能吹死？哎呀，这小子命有点大啊！这没死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屌不屌？还零二六了。但是小驴人这把且飞不太好打，说实话我这玩意儿能恶心恶心人还行，如果队友不行我这英雄就废了。吹一下回家了，搁这儿回家吧，他要追也是可以的，让他追来，开疾跑来，上上，这不上，就这么点血，这不杀，这得杀呀，这得杀，这不杀那能行的兄弟？他冷静了，他忍住了，这边杀，我再吹个风，我再回个六百来滴血，他又杀了。可别送啊！哎。哎，哎呦，没事没事，这值钱了，挺好。Hello, it's me. What are you doing? 你都抽什么呀？啊。吹。是风雨这个英雄厉害，还是你？那你觉得呢？你玩分女儿有这种效果吗？没有，我需要一把。那我玩风女都打得很多呀。没关系，晚点我教你玩分女。你瞎大哥生怕这落手不值钱，我夸他一个送啊，他也不值钱，他俩半斤八两吧。走，打波团的，这队友顶不住了。咱先吹个风啊，吹起来了，就先别上了啊，套个盾，吹一下子，打不溜，他别定我，定我我受不了。哎呀，我应该。补这车好了，应该补了这个车的。我记着俺们家的军事局啊，一开始啊，这怎么变劣势了？你怎么回事啊？这兵，给我抓回来！他死定了，他跑不过我。我分女儿跑，你跟我分女儿赛跑，兄弟，你给我死！800块钱。哎，我可能一会儿得来个女妖。我分到了最差的差事。先来个美甲窃魂卷，再来个女妖啊！这全能石派克我长见识了，兄弟。咱先把这个河蟹打了，行不行？咱先把这蟹打了，行不行？别追了，行不行？别追了，行不行？能不能别追了？这光头怎么回事？快快快，救一手，救一手！你说这落手一杠七能杀这么多人，你说这个落手给你套个盾哈，这落手一杠七他能这么猛，你说他要是七杠一他得猛成什么样。
打把妞点走位点推打把妞套盾平 A 哎这这不应该给瞎的鲨鱼呢吗？这鲨鱼是我吃。天哪，先把美甲窃魂卷给做了，然后把那个女妖给做了。这已经没有用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得做女妖了。这把这有个小驴人，挺克我的。土巫妖吧，先来女妖，先保命啊！那小驴人这么肥。不要野他了啊！别野他了，我们现在就找队友打团去，稍微混吧混吧，先把自己的书给他混起来。就这 ADC 这 APC 基本上随便来两下应该就不能死了。吹一声，坑呀！我的车。回上路去，走，咱俩把这落手杀了，来，他值钱的，快快快快快，他这是值钱的，四层美甲窃魂卷来了，换个风把车把兵收了，你还收个屁兵啊，你赶紧上去杀他呀，套盾打把溜，平 A， 平 A， 他光头很鸡贼呀，还收兵。小驴人是吧，先吹耗点盐，你干他，你瞎呀兄弟呀，啊我减速吹，你跑啥，你别定，先定啊，先一再定啊，我打吧刘毅，哎呀我笑死我了，这小驴人本来能杀的，先溜了吧，先溜了溜了溜了，嗯，吹着落手了，哎，把这个拿了，小龙每六分钟刷新一条小龙，不知道吗，我回家出个女妖的，你别跟他打了，你打不过他，可能一会儿来人了死了，看一下符文，给你看看吧。这种你得有个厉害的 ADC 能撑得住。本身这英雄定位它就是辅助 ，C 费点劲，伤害不高的。想扣我那不可能。打吧这一手，推！哎，这小驴人从后边过来要杀我，还好我出女妖了，看着没？你看那小驴人多克我，赶紧回家！我有女妖，他都要越塔杀我，我是真是没想到，谁搞的赖哥？我吹！哎，这 ADC 能杀 W 给你套盾来，再 W 吹风吹起来两个，再 W 一啊，没得人呢，哎换了还行，光头死哪了，死上路了是吧，我就知道他指定得死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得死，你俩能打死他不，差不多，你俩还打不死他吗，他有 AD 好杀，跟我团呢兄弟们，我保护你们，
你这给我打团战呢，你这光头又跑去送那人头给那落手，一不看着点就跑去送人头的。看看下件装备来个什么，最好是个帽子。今天请待在室内，先不出了，最好是个帽子。先去查一个，右边小心点啊，小驴人。把小驴人杀了，来把小驴人杀了，放个盾，打把妞，飞飞，打把妞，好痛啊！这一个扎我半管，左边有人，可以，给你套盾。打吧溜，闪现吧的，哎呦！哎，他有个莫甘娜给套盾，减速没用啊！你不能让辅助单杀了吧，兄弟？对面有点猛，比我们家猛的有点多，稍微。先来一个帽子。为啥不卡啊？因为他身上有盾，马也吹不飞。但我应该试试能不能加血的哈，尝试一下好。啊，或者套盾吹飞加血，给往上踢！我都不怕死，你害怕死啊？还给我来了一个超级加倍的那个大招，还放了两个。闪现平 A， 再平 A， 你没有技能吗？他光头。啊，可以。这波是三打五，没打过，难。一秒倒地了，一秒，仅仅只需一秒钟，再给我一秒钟。小龙应该也没了，就呛了。就这卡莎，哎呀，这卡莎也不行，那卡莎那人头都捡的，没啥用。这把的队友稍微差点意思。哎呦我这什么意思啊，这是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吓死我了。好一阵没看到过他了。来减速套盾给我杀。好大。左边有人吧，右边有人应该回家了。握手抱头来了，好久没见了，这人都打出赏金来了，你敢信吗？好久不见都打出赏金来了。好，你别往我身边走。给你的粑粑呢？这什么东西？这怎么办？啊，这怎么办？完了，还有意义？站高地杀我呀！这给我杀的呀！
不行了，兄弟们，尽力了。看来我长时间不玩分组是对的，这英雄不好凯维不动，他的伤害太低了，他只能辅助队友，你知道吗？不过我们家这把 ADC 是巫资，那这个巫资永远也死不了，我站只要我不死他肯定是死不掉，只要我站在他屁股后边。不好赢的英雄，再来个300的抽奖啊！